好想吃那个香香辣辣的。我老是穿哦，不要老，上礼拜我才吃过，吃别的。那不然我们吃那个油油嫩嫩的那个。又吃牛排，那、啊、你们就要减肥，不要吃牛排。哦。那不然的话，我们去吃那个。哦，好啊，可以啊，生鲜不错，那就走吧。他怎么会知道我要说什么？奇怪了。哎、欸，你知道我那件放在那个哪里吗？你白色小背心放在右边第二个柜子的第三层抽屉里啊。可是我找不到那个。绿色吊带裤昨天在洗，今天还在晒啊。啊，还有你的浅色牛仔裤在沙发上，记得哦。嗯？哎、欸，在麦克那台电脑的金变态资料夹的第三张照片要发了，对不对？有眼睛那张，记得。哦，对啊，是那一张。哦，好，等等去买、啊，我都可以啊，我不要啦。不行啊！你最好什么都知道，超好笑，这笑话好好笑。